最新的画面来看看《甄嬛来了》，《甄嬛传》在台湾大受欢迎，而剧中饰演甄嬛的演员孙俪、皇后蔡少芬、果郡王李东学还有华妃蒋欣都在今天陆续抵达访问。孙俪在刚刚下飞机时身穿皮外套跟牛仔裤，有30多名粉丝接机，场面非常热闹。 送出飞吻，顶着一头帅气短发，一身轻便服装，因为饰演后宫剧女主角，声明大造的孙俪上午抵台。一条路，一条路，一条路，一条路。谢谢。准备一些牛轧糖给你，感觉。真的。对，还有一些棉花糖。哦，还会有太多好吃的。别担心，我会胖啊。不会，因为我很爱运动，吃完一定会运动。 松山机场现场聚集了30位左右的影迷来迎接，有人准备孙俪爱吃的棉花糖来讨娘娘欢心。妙望福吉堂。孙俪第二次来台，这次5人随行，抵台前就发出消息，节目专访时禁止拍摄，照片统一提供，就是怕在镜头前太慌乱，让甄嬛娘娘不够美。